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抽呢一个最后的克劳迪亚啦。其实主要是抽呢一个神徒呢、这个咩啊？巴兰系啊，即系呢个老豆啦。简单啲嚟讲，嗱咁啊，今次咧本身我唔想抽嘅，因为主要系个角色嘅外形咧，其实就唔系太吸引。But 系啊，睇完嗰个评价之后就决定抽啊，因为十分啊，直接十分满分啊！即系嗰个老豆咧，系巫术性最强打手啊，咁所以就抽诶，屌、哎、第一个圣物。今次呢一个四神将就系爸爸同妈妈两个都劲嘅，其实即系个阿妈都有9.5分。咁当然个分数系参考用啦，但系如果你我想抽老豆多啲，诶、哎、神巫出咗嚟啦，巫女好砌人。热噶啦！哦，但系白色即系由蓝色转红色就有啲难度啊！屌啊，即系齐人都冇用。好，通常齐人都系转一个 grey， 即系佢系蓝转金咁样，或者金转红咯。即系你起手要金先。啊，37啦！哎呀，但劍機有時都 OK 嘅，即係出劍機嘅，有時都係會有紅嘅，得唔得？誒嗱話七，但係冇爆嗱，有冇爆動畫？我覺得冇乜所謂嘅，其實得唔得？哦、oh, no， 其實一爆咧好大機會中嘢啦，因為我基本上齊咁滯，好啦，哇乜差都冇。但系起手金咪有机会爆红嘅，因为其实升一个阶级就阶段就好容易嘅，其实我 assume 就 OK 噶啦，哎得啦咗，哦冇人先系最好啊！各位观众，神徒巴拉，哎得咗，是打一个 OK， 神徒巴拉，好啦。O.K. 最想要嘅就係、是、咁，其實個阿媽都想要，但係奈何你見到我啲石都真係唔夠咯，係唔夠玩啊！其實今次抽唔抽到都未知，我、哦、抽到就算啦，唔好搞咁多嘢。不過其實呢個 game 抽人都還好啊，抽聖物就真係 P.K. 嘅，抽 U.R. 聖物嗰啲真係大 Q 喎。好啦，咁啊睇下先呢個好啦，咁啊即刻升到呢一個四個限界突破先啦。好，依一个几劲嘅，其实因为我睇嗰啲日本仔啲片咧，佢嗰个范围攻击嗰啲都好大啊，系好大啊。咁啊，有啲人话我嚟攞3-10嗰、那个即系我嚟挂3-10，其实都几快，应该都系一两秒嘅事嚟嘅。不过就真系唔够嗰啲云去升嗰、那个。skill point 啊，唔夠啦，真係我因為我想留啲俾遲啲，假如雷姆復刻嘅話咧，直接升爆佢。咁但係而家就睇下先，我而家淨可以夠升爆一個人嘅 skill point 嘅。咁啊就係咁啦，下次見。